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表演百姓。现在为各位示范的是速刷队，速刷队，哦，白龙速刷哈、哦。你看习惯这种秒速了，你叫我转那个。这算稳定速刷吧，我觉得还不错。那个火速哦，哎，没有跌到。强化盾反击百分之百哦，还蛮简单的。哎，这队专打强化盾。这个也还好，这个手转基本上，因为 我用的这一对，它要做大一点八号盾改，是难度是比较没有那么高，你知道吗？右边没削到，这样抗魔术我有点差，不过没关系，因为这就真的要做高康没有很难，除非又做高康 又有一些什么阿萨布鲁的东西去阻碍你，你知道吗？其实这个都可以开了，我刚还来不及跳，太快了，我冲太快了，没有人刷一波七啊，大家反应要加油哦。来，有六，至少左右七八，五了，我去，哦，速刷对。